6月25日，韩国的首尔娱乐新天地亲临现场，见证 Rain 的无限魅力。昨天大家看到的是吹蜡烛、切蛋糕、拆礼物等过生日的必要手续，今天 Rain 则要在生日会上公开自己喜欢的女生类型。怎么样，电视机前的您符合条件吗？不过参加生日会的所有粉丝，只要符合这些条件的，就有机会和 Rain 合影留念。如果你被拒绝了，也可得到 Rain 的美好拥抱。瞧这位兴奋的，看来这个小小的拥抱应该会让他留下一个永远的美好回忆吧。当天晚上，可能令 Rain 都没有想到的是，各地的歌迷线上的现场表演真是让人惊喜不断。来自日本粉丝的动感模仿秀令 Rain 忍俊不禁。而中国粉丝带来的则颇有点中国的味道。相对于中国的深情，韩国粉丝本土表演搞笑到极致。俗话说得好，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。两个半小时的生日会在 Rain 的感谢词和演唱下落下帷幕。对于粉丝的热情支持， Rain 只有精彩的表演才是对所有人最好的回报。两个半小时的 Rain 生日 party 在一片尖叫声中开始，也在尖叫声中结束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娱乐新天地除了要祝 Rain 生日快乐以外呢，还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7月1号 Rain 会来到我们的中国北京来和大家见面。那让我们北京再见喽。